冲着高小走，就当是一次实弹演习，速战速决，不留活口。明白。行。准备战斗，准备战斗。哎，我说。 咱们跟文化人在一起，那以后可得多学点文化呀！就你，这打小大字儿都不识几个的，你还学文化呀？咋，不行啊！这叫学习永远跟不完。再怎么说，咱们是八路军部队，那不能给咱八路军部队丢面子，不是？行行行啊，你呀就好好的学文化，然后呢找个有文化的媳妇儿，生几个有文化的小孩儿。 树林里的枪声好像不太一样了。我已经发现了，这是哪儿来的天兵天将吧？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，注意隐蔽。是，注意隐蔽。
小心！主力部队挺进，副部、中村带几个人，一会儿过去突袭教会员。走，别磨蹭，走。打！坏了，打起来了，城门那儿过不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必须找到蒋团长，把事说清楚。谢干事，现在战事这么紧急，就算咱们去了，他也没空理咱呢。那怎么办？团长。
扛不住了，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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